要不要用 QE 切枪？好久没用 QE 切枪，怕是有点不习惯了。之前拿了一个5000的点券，拿来买点啥比较好？不买的话浪费掉了。5000点券的话，我刀还够吗？怎么都是这些垃圾玩意儿？一把、两把、三把，有没有四把？三把，我三把刀。枪一二三，三把、四把、五把、六把，六把，那买刀吧。轻身武器。绿色模式，2500 DPI，DPI 检查，DPI 设定。人数不足，哎呦，大哥，你拿的什么枪？真的出去还被打到了。世界等你，你拿的什么枪啊？那个98K，98K 现在都有皮肤了吗？你卖的。Very nice. Double kill. Scheiße, didn't hit. 23有人，double kill，double kill，multi kill。你那个是98K，你骗人！
kill. Triple kill. Double kill. Triple kill.差点没跳上去。Monster kill. Grenade. 好危险！剩余十个杀敌数。Grenade! Grenade! Flashbang! Grenade! S.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45-16。98K 怎么样？没钱买呗，有钱别买啊。那一把枪，那费钱，你还不如花点钱买一个 M200，还挺好的。那个枪多少钱？68还是99？哎呦，很早之前买了一把 Alex， 真的是拉垮，那都不能用拉垮来形容了，就是 AWM 的稍微升级版。还不如 AWM 杠 S， 就不如免费的枪，所以买那个浪费钱了。哎，不行，我换一个房间，匹配一个监狱。要换一个地形，这种平面地形的话，练习的话不能提高技术，要换一个场景。这个完了以后，最好是普通小镇，匹配速度比较慢，不一定能出。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双区匹配了，但整体效率的话还是不太高。行了，该打吧。我现在把这个速度降到最低了。这个速度的话，看名字啊，我看见了我就直接打了。你看，你看，别！哎呀 ，Double kill， 做个人吧。Double kill.
kill。天人偏少。哎呀，这个位置出来人真没办法，必须要躲一下。Double kill。你。Double kill。Multi kill。Double kill。打完了，哎，走，嘿嘿，好了，抢得到。人开始变多起来了。小键盘的哦 ，miss。Double kill。Headshot。死。Kill. Mega kill. Ultra kill. 剩余十个杀敌数。人还挺多的，这样。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对，练习三了。进攻方那有点麻烦了。就在这个位置，希望别出意外。比赛开始，我快等不及了。这把狙的话慢了一点，所以刚才那样出去的话没有就是切到人。希望不是很疼。抢一个 ace 啊，哎，反正是对。
是很疼。这样打的话会两块，希望不是很疼。这是失败。Double kill, triple kill。这还能打输？不中钱会比较赚，不前中会比较赚，不前顶会比较赚。前顶的话，死亡率会高非常多 ，KDB 很容易被打下来。跟他拼了！炮就跟他打不亏啊。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Grenade. 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Fire in the hole. Headshot. 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Mission failed. 这到底是谁？谁丢了那么多条命啊？真的是。啊，对面这个基本上就当加特林来打了。M16 其实泼射的一个效果特别的好，而且有概率会把对面给泼爆头掉。啊，拿着一把 M16 的话，真的可以做到无脑扫。我之前。在打爆破的时候有幸捡到一把 M16， 这个近距离突你是真打不过他，他只要差不多朝着你那个位置去打的话，你跳出来完了之后，就是 你的一个就是甩狙的动作会受到干扰，就没办法甩到很正确那个点上，所以你每次跳出来的那个位置，如果他刚好没打到你，那你跳出来一下就把他灭了，但他如果那个位置刚好能打到你的话，那很多时候你就会出现打不准的情况，这个很无奈的。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 Double kill. Grenade. Triple kill. Grenade.别打我啊。搞定，五十四二十。Headshot。该怎么打怎么打，该怎么输出怎么输出。见到人不打，这个大家谁跟谁都不熟是吧？见面都开枪呗。咋了？还因为对面。角色比较好看，然后哎呀逆风局，操，逆了五局了，这有点难搞。Double kill， 希望不是很疼。Mission failed。哎，哇，这个真的是被粘到了，走不动了，这个。
好，但是必死。太早了，太早了，后面那人一定会把他打掉。Mission failed. 开枪开太早了，最少要，比如说等一轮，然后再射击这样的。Fire in the hole! Flash bang! Gre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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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kill!哎呀，我家里这什么人，我的天，挂有什么关系啊，这没一菜逼，真的是没有给人家撵就不错了，还想咋地。卡边吃出来的，家里那是不是通风报信的呀？还有一个啊，那边。啊，有喷子啊，这附近注意一下。对面有喷子，小心。啊，这他妈应该近喷的，打个游戏拿个喷子打。现在很多不会用喷子的，打的战绩打的惨的一逼呢。背包的挂机了。对，家里那个带包的是挂机的。好了，爆掉了。A 包里面，还有一个 A 点发现了。哦，哇，居然把他打掉了，牛逼！运气好，运气好，我觉得这个是饮茶，是我们队友太菜了，跟饮茶有什么关系？哇，哇，居然没打到。不是很疼。我操！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游戏，不是很疼。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B 点肯定出来，肯定能打到一个。我现在把狙放在 B 点了。这个位置应该，其实应该先回手啊。他主要是局数比较少，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判断就是对面敌人的一个准头怎么样。就是正常准头比较差的话，我还是比较愿意就是去。这个其实很猛啊。Mission failed。对面掏手枪，对面如果拿狙的话，这个还真有可能打下来。K D 比幺点二，两个。哎呀，其实死人也好，你待在家里他不会烦你，你知道吧？可能虽然有时候包会被他拿走 ，whatever。好，必死。Mission failed。比赛开始。Destroy the target。一把出来就看这副了，一点这地方站一下。
一点来我们家来了。加过来了。Double kill. Smoke grenade out. Grenade. Flash ban. 水下会有一个，哦，水下打掉了。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没有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这里卡，走中路这把，中路比较近。哦，完了！水下上去一个，水下注意屁股。哎，我说完了。妈，被闪到现在没学会。你中路闪的话，一定要丢出去。非常闪。嗯，你把闪丢出去，基本上……哎呦，操！你这把狙真好水啊！注意家里来人了，家里从 B 点过来，柱子后方。你后期这一个弄他呀！哼，笑死我了，中路有。我们家，哎，我们家那个打掉了。可以吗？不可以。没事，我下次走中路，你那个闪光弹丢右侧，我闪光弹会丢左侧，你丢右侧。加注意，过来了。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你们中路看住了，他们只能从 B 点远点过来。走 B 点其实是相对安全的，如果你们中路不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A 大。Flash ban。A 大不行 ，A 大你点太多了。对 ，B 点下有吗 ？B 点下有可能有。Flash ban。那个里面。Grenade。Flash ban。过海他妈有下水道下水道一个。我们家逼从哪儿？哪个？我们家。我们家。接到了。这个我们这。还一个我们家，还有一个。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发现你们中路都不守了，我们去 B 点吧。Flash ban, flash ban。Smoke grenade out。中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看住的话，这个上面跳上去就很难受了。但如果这个位置没看住的话，因为它这个点位非常好，刚好就是一个头的位置，所以不管步枪还狙在这儿，就只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一般都没事儿。
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副总那边还有，避注意避弹水下可能会有。Grenade！ 我们准备走 A 了 ，A 点高层位置有人。确定吗？确定。楼梯上有人，打到没人了。B 中两个，知道了。水下一吗？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十八杀一死，右侧，快速。这局打的可以啊，而且夸奖。哎呀，别夸别夸，你这是毒哪？我感觉看光了你。他一说我就死。你这个毒奶真的够可以的，夸真的是夸完就，我这个平时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这个有点量子狙击你知道吧，平时来我直播间看的人越多，完了我就打得越菜，然后他们夸的越狠，然后我就打得越菜，真的是吐血掉了。所以我都非常怕，就是那个打游戏的时候被认出来说是火箭兔，哎呦我操，没法解释了，走中路我扔闪了。皮通这个中路过来，中路可能会有很多，要稍微注意一下，避点中路。打慢点，打慢点。不行，哎，这样只剩两滴血了，你压力很大啊，这样。Mission failed。稍微打慢点，打慢点，别压那么快。有两个，估计。不是，我刚才打一通的，都逼的中路直接过来了。不能这样搞啊，这样搞就没办法。真不带，二十杀三死，我插他家狗蛋，我去看一下，别下宝宝。Flash bomb.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 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我是地爷一样的吧？不是这个闪慢的就没了。第一个闪吗 ？Flash bomb. Grenade. 这个位置我想想，水下闪，避点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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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点门洞，逼门洞，逼水下。注意家里掉包了。中路发现，中路水下注意。
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但贼没扔出去，差点把自己送走。送过来的这个，这是一个，是一个，不是一，不止，不止，还有还有，一点一个，一点一个，我操！希望不是很疼。一点打到了，这一个在 B 点，在那里，不打五级，看他们，过来下吧。好像去我们家了不？在我们家那边找过去了。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 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一点下去。对面几乎是负的，这把队友还是给力啊，不然也没有这么好打。希望不是很疼。去 B 点，带我去 B 点。哇，来了！你没听他脚步吗？赶紧！别人了，你不需要听你。希望 double kill。水下，你可以的，出来了。干他，干他，不是打死就是意思。干他！哦，来。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 零点了。你别漏啊！没事没事。其实我刚才也走神了一下，出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中路抢 B 头。B 点 Double kill。咱们家。Headshot。听人劝，吃饱饭。老中没。那个是。这把包如果带 B 点去可能会好一些啊。对啊。你中路没错，就在你正前方下面箱子后面，你自己控制吧。Mission failed。带包不要走那么快，你急了。B 点。打 B 点，我在中路B 点玩，在B 时段是过去的。我本来觉得这把应该不会打得那么好，结果。KD 已经上午了，你在这里打不到人的。
水下有可能，水下有可能上人，要注意一下。水下自己，水下自己。Fire in the hole！ 那个水下往下滑。还有五十。Headshot！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哇塞，在 B 门口。这是什么有趣的游戏，非常好，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三十三杀六死 ，KDB 五点五。不要问我为什么游戏还没结算，我就知道 KDB 了，因为我数学，我算数还不是非常差，就是两位数的算数。